这就是比尔基沃特的人子。他没学 W 吗？我想回头躲到 W 的，没躲掉。他应该没成吧？要不你把红打完，你直接把红打完。他敢打你，我就干他。这波不来不行，这波不来老板崩了。我好像错过了一点东西。豹女还在上面。看一下你能不能直接回，他应该是想给你点燃的。OK， 他死了。把他们吊在杀手码头上。这个标好像真挡不了，我挡我也死了呀，好兄弟。被割开的喉咙早就无可再痛，好像没了，好像也死了，那还可以，那不算可以。往下路靠，那我上路就给点压力了。直接大头，不 AB， 留个被动。修一下，他不走他就死。人人有份。太吓了。精准是魂师重要的标志。当自己把残忍带给所有人。完了，老子怎么 Q 兵了？我操！不过他好像没伤害。差一点点。我他妈怎么 Q 兵呢？人人有诶，差一点。他们要是不来上的话，我去上路守其实很蠢。让我去上路守的话，两个倒是没什么，就怕打野来。我是没那么好蹲他的。大招，再来爆一下，来，两下全爆。他这装备我不会打不过他吧？我操，好高的伤害。我这边是没眼的。又一个，我失去耐心了。一次转身得到伤害。我现在有三分钟在下路拆他，三分钟过后大龙刷了就不要再下路带。我要夺回属于我的。我三分钟刷个训练出来没什么问题吧？那下路没人守，他守不住的，根本来就死。啊！别别别别别！看一下这个萝莉能不能杀，感觉有点机会，来点视野。看到了，800，啊！我操！我死还按个 Q，
哎，这好像确实没什么办法呀。这不抬他，开他，开他呀！这跟喂你嘴里没区别了，这个人。砍瓜切菜呀！我操！真的吗？南昌扣个一。我看一下谁收塔。还敢蹲我？这边应该是有眼，这个地方。我身上钱太多了。我刚清雨都没有啊，我回家又掏两个装备出来，我一会可以把他们堵泉水里面。这个有血量扎不死，暴雨应该也扎不死，男枪估计也不行，但是一捅他们罗列肯定是死。把他们吊在杀手码头上，开呀开呀，怕什么？根本不行，早就无可再痛了。更多火药，来他妈看！又一个，谁 A 的呀？我要一路砍死你！我套你个嘴，老子不干死你！就他妈让你黑我痛！男枪杀呀，确实还是很高呀，根本顶不住呀，滑铲贴脸一枪差不多就倒了，如果是那种脆皮的话。我不在的哦，快拿个龙等队友吧。好、哦、不行了，这地方好像要坏了。他这个装备确实伤害太高，他下波没闪，我可以闪现把他嘎了，然后用春哥换他。萝莉四件套，一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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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看起来很硬，他喵的直接 A 呀、啊，哎呦不行，坏了，我死了。还有一吗？换了一个还行，拆不完。哎，他好像动了，那总可以一波了吧？不要相信比尔吉沃特的数据。炸死！
又他妈推不了，小龙吧！漫天飞雨，杀神开弓阵。 拜拜就拜拜，哎，死亡之舞还是确实可以。现在刚是499对吧？我看这波减了多少伤害，我操，减了1000，差点。 家都勾挖没了，你还搁这丢技能？那你不死吗？刺激刺激！我看一下我伤害，63000。